中国和日本女子乒乓球队的第二盘的决赛，第二盘决赛当中的第二盘是由耿丽娟对日本的神田惠美子。当那个观众在宣布神田惠美子的时候，全场又响起热烈的掌声。神田惠美子是日本的第一号种子。在半决赛当中，神田惠美子对朝鲜队的比赛里面，她一个人得了两分。日本队的神田惠美子，这个队员是22岁，是右手直握球拍，是反叫方的这个球拍，它是弧圈结合快攻型的打法。它的发球呢是以这个反手发侧上侧下旋为主，侧下旋这个旋转性比较强。一般的它多发到这个对方正手的短位，配合发到对方的反手的底线，发球以后侧身抢拉抢空。一般是发对方的正手位以后，然后就抢拉对方的反手。发对方反手位的时候就抢拉对方的正手。另外呢，他侧身发左侧上和左侧下旋，基本上出台比较多，但是旋转比较强，偶尔呢也利用侧身发高抛球，但是不转的比较多。这个队员正手拉弧圈球的技术相当熟练，他运用拉高调的加转的弧圈以后，然后突击起板。他高调弧圈球的速度比较慢，但是旋转性却比较强，正手在踢拉以后扣球的命中率比较高，有一定的力量。第一板都是比较多是用高调的弧圈球来拉对方的空位，然后找机会的扣杀。反手是推挡稳健，善于用快推直线以后的侧身抢攻来打对方。对削球拉扣技术呢也比较好，尤其是稳拉基本功比较突出。中国运动员耿丽娟，这是河北的运动员，今年20岁。这个队员的性格很文静，不多说不多道。他是右手横握球拍，弧圈球结合快攻的打法，技术比较全面，在比赛当中头脑也比较冷静。1981年曾经被国际乒联评为第9号种子选手，这是他第二次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。各位听众，各位观众，台湾同胞们，海外侨胞们，现在我们是在日本东京代代木体育馆向大家转播第3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女团体决赛的实况。现在我们先向大家介绍，这是女子团体的决赛，等一会儿还要向大家介绍男子团体的决赛，由中国队对瑞典队。今天这场转播的时间是比较长。耿丽娟和神田的比赛已经开始了。现在双方拿着一平。耿丽娟发球以后，耿丽娟现在正手伸腰了一下，接着神田再度起板，1-2。现在一边现在耿丽娟发球，耿丽娟发一个香港短球，神田把球拉起来以后，耿丽娟的球踢进，1-3。在这段时间的比赛里面，由于耿丽娟的发球的时候出台以后就被对方用弧圈球把球拉起来，现在是3-2。现在日本的神田发球，神田现在发反手旋转球，耿丽娟把球搓了一板以后，神田在踢板扣的时候球没有过，现在3-0。现在是3-3，现在神田发球，神田发一反手球，耿丽娟现在正手在撩对方的斜线，这球力量并不是很重，这球刚才是打在球台上，神田也用手一指，这球是打在球台上。在这次比赛里面，我们看到许多乒乓球运动员都表现出了良好的风格，比如说昨天在中国队同匈牙利队的那场比赛里面，约尼尔看到这姜家良打自己一个擦肩，他马上就告诉这个裁判是打在自己的球台上。像约尼尔这是多次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运动员了，这种老运动员也为年轻运动员都
树立了学习的榜样。现在是5-4，在日本的神田发球4-5，神田现在发防守型忍球，正愿把球撩到对方的正手。神田在打对方击剑的时候球出界，6-4，现在耿玉娟发球。现在耿玉娟发球6-4，耿玉娟现在看着对方以后发防守型忍球，发球以后把球打到对方的空位，这就是利用发球抢攻，看到对方的这个站位是在反手，突然的把球打到对方的正手，这球打中了，现在7-4。我们现在向大家介绍，这是女子团体赛第二盘的第一局，现在耿娟以7-4领先，耿娟现在发反手旋转球，发球得分8-4。现在是8-4，耿娟领先，耿娟现在还发反手一直线球，这个就是变化球的落点，耿娟现在反手在挡，好，神田在快速的抽杀，球没有打中，但是力量很快，力量很大，现在是9-4。耿娟现在发一个救网短球，耿娟现在反手在快播，神田在接一球的时候球没有接起来，现在10-4。现在是耿娟领先，耿娟现在发反手旋转球，发球以后对方先发球时候球出界，现在是神田发球，神田现在发球出界。在这段时间的比赛里面，李真是向我们介绍说，在这段比赛啊，这耿娟主要的就是对方的左边和右边，就是一会儿打左边一会儿打右边，打落点的变化。那么这样这个在这个比赛里边呢，这样就把对方的调动开了，而日本队的这个弱点是在推挡的这个左方。现在耿娟是14-4领先，耿娟现在把这个球打中了，就是像我们刚才向大家介绍的那种战术，现在9-4。现在是神田发球4-5，神田现在发反手旋转球，发一个进网，神田拖内板，现在耿娟令反手再怎么样，就是一左一右，这球是先拿对方的斜线，转着把球再打到对方的直线，这个就是乒乓球落点的变化。我们向大家介绍乒乓球比赛里面的5点要素之一，就是落点。现在是16-5，现在是耿玉娟发球，耿玉娟领先，耿玉娟发一个救网短球，耿玉娟现在把球拖一板以后，正手再把球拉起来，神田现在是正手在踢拉球，耿玉娟把球打中了，打中以后他自己习惯动作是把这个手在嘴边推了一下，其实这个跟这个球打中完全没有关系。现在是17-5，在这段时间的比赛里面，我们看到耿玉娟因为他是两面打这个快攻，而这个神田呢是一面，所以就出现一些漏洞。耿玉娟在比赛里边就先打对方的右方，当对方注意右方以后，然后再打对方的左方。现在是18-6，耿玉娟领先，现在耿玉娟发球，这是第一局的比赛，是第二盘。现在耿玉娟发球，耿玉娟现在发反手一个直线球，他反手在快拨，然后正手把球再拨出去，正手在打对方的这个正手的时候，这个球出界，现在18-7。7-18换发球，神田发球以后再抢攻，球没有过，19-7。现在是7-20，现在是由神田发球，神田现在发反手一个进网短球，耿娟接发球，球没有过，球出界，现在20-8。耿娟连续反手再快打，球打中了，21-8，这样耿玉娟先以21-8胜了第一局。
刚才我们向大家介绍的是女子团体赛第二盘的第一局，是耿丽娟以21-8获得胜利。这局比赛呢，主要就是耿丽娟战术运用的好，就是刚才向大家介绍的，耿丽娟先打对方的右方，等对方过来以后，耿丽娟再打对方的左方，打得比较冷静，头脑比较冷静，就是我们在比赛开始之前向大家介绍这个队员特点的时候讲到的，这个队员是比较冷静，头脑比较冷静。那么日本队的实力呢，主要是正手弧圈球打得比较好，这样由于他调动对方的这个位置以后呢，使对方的弧圈球的威力发挥不出来。这局比赛同唐艳华那个比赛相比较有些什么不同呢？那么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耿丽娟打的是实力，就是正手的攻球得了8分。第二局的比赛开始了，我们向大家介绍第二局比赛的情况。神田快速的抽杀得了1分，现在1-0，神田发球，神田发反手球，耿丽娟准备给对方的反手球出界，2-0，现在神田2-0领先。神田也是看准了对方，神田现在发一反手旋转球，发球以后正手在抢拉，耿丽娟接发球，耿丽娟接了个球球出界，现在3-0。现在神田发球，神田现在发反手的一个旋转球，耿丽娟把球接过去以后，耿丽娟现在反手在拨，反手再拨的时候球没有过网，现在0-4。往往在第一局比赛里边，由于这个战术变化，那么被对方失觉了以后，在第二局的比赛里边就有一些新的变化。现在第二局比赛开始以后，神田以4-0领先，神田现在发反手一个击球，旋转球，发球以后再抢攻球出界，现在是1-4，现在换发球4-1。我们现在向大家介绍，这是女子团体赛第二盘的第二局，现在换发球1-4，现在耿丽娟发球，耿丽娟现在发一个反手的旋转球，接着正手再拨对方的正裆，这个球出界，1-5。在这局比赛开始以后，我们看到神田惠美子是大胆的侧身攻，拼命的侧身攻，正手在踢拉了一板，这球很旋转，耿丽娟在回应球时出界，耿丽娟看到是1-6落后，这时候走到了这个裁判旁边的这个放那个塑料盆的里边有一个毛巾，擦了擦这个球拍上的汗，同时也想一下下一段球怎么打。现在耿丽娟发球，现在1-6，现在耿丽娟看准对方以后，现在发一反手的直线球，对方接发球球出界，现在2-6。2-6，耿丽娟现在落后4分。耿丽娟还是发一个近网短球，不出台，这个使对方不容易再踢拉弧圈球。神田搓了几板以后，正手在攻对方的斜线，这个球出界，3-6。3-6。现在是耿丽娟再发一个斜线球，发球以后反手再快拨，神田接着正手接板扣杀球出界，4-6。现在换发球，6-4，神田领先。神田领先6-4。现在日本队是由神田惠美子发球，神田惠美子发反手球，耿丽娟看到这个对方发球出台，耿丽娟就拉一个弧圈，这个球打中了，现在是6-5。神田的发球抢攻，球没有过6-0。日本的许多男女青年，他们很有节奏的在给双方队员在鼓掌加油。耿丽娟刚才接球球出界，陈田在抢攻，球没有过网，现在是耿丽娟得分8-7。现在换发球，现在耿丽娟发球8-7，耿丽娟现在发一个反手击球，旋转球，耿丽娟发球以后，对方接球时候球出界，现在是5-7。在这段时间的比赛里面，耿丽娟主要是利用发球的落点来不断的变化，不使对方在抢攻或者抢拉。对，刚才向大家介绍发球不出台，主要就是为了对方不能够在接发球的时候把球拉起来。现在是耿丽娟以10-7领先，现在还是由耿丽娟在准备发球，耿丽娟
把球拍了几下以后，紧接着发球，陈田第八球球没有过，1-7。现在耿一坚把比分又逐渐的拉开。球擦网，耿一坚发球都是很短，接着反手一快波直线，这球打得很漂亮。我们向大家介绍，因为它是两面攻，它是两面的这个近台的都可以快攻，所以这样它进攻的点都比较多。现在是12-7，耿立坚领先。我们现在向大家介绍，这是3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团体赛的第二盘，是耿立坚对陈田的第二局。在这局的比赛里边，耿立坚主要是打落点的变化来调动对方，就是我们向大家讲到的打右边，对方注意右边的时候再打左边，这就是全台的这个就是整个的台面上让各个角都在开花。现在是8-13，陈田发球，陈田发球以后正好在7-8球时球没有过网，现在是8-14，陈田把球抛下来以后，陈田在推挡球没有过，现在是8-15。现在陈田在发球，陈田发反手球，球擦网。陈田在快速推挡球过网以后出界，16-8，陈田发球8-16。陈田现在发反手的球，陈田在推挡球没有过网，9-16，现在换发球16-9。现在是17-8，18-8，现在18-8，现在是耿一坚发球，耿一坚发球球出界，18-9。这是第二局的比赛，现在耿一坚发球，耿一坚现在发一个长短球，对方在踢拉弧线球，反手在推挡，正手在打，球出界，19-9。19-9，现在耿一坚发球，陈田在快速推挡的时候球出界，20-9。现在耿一坚发球，耿一坚现在发反手球，正手在踢拉球的时候球没有过网，20-10。现在换发球10-20，现在是陈田发球，陈田惠美子现在发一个反手球，发球以后搓了一板，正手在攻球，扣第二板。耿一坚在接球的时候球出界，11-20。11-20，现在还是由陈田发球。陈田现在发一个反手的旋转球，发球以后正手在踢拉弧线球，耿一坚把球接过去以后，耿一坚在给对方不同的落点，接着球攻网以后出界，12-20。现在是由陈田在发球，陈田发一个反手球，推挡球没有过网，12-21。这样耿一坚以21-12